好，大家好，何大师，好，我们要去虎啸了。Go go go！ 哇，这边之前都跟主线剧情一样，好不好？带姐姐回房喝杯茶，然后这边有哦，这边有很多支线啊。哦，你们打架是不是？求狼苦啊！这种刀法蛮帅的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老虎爪，锦毛虎，有机可乘，有机可乘，有机可乘。别让他跑了！哦，很强。小事身手罢了。单面虎。绝招吧！可恶，没闪过！可恶，没闪过！别让他跑了！哪里落两百颗的？可恶，没闪过！绝招吧！瞧你落两百颗的！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，应该还有两只。林中虎，绝招吧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！别让他跑了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！小事身手罢了。嗯，这招真的很帅。噬魂刀法的恐惧之处，你很快便会知晓的。绝招吧！
有机可乘。哇！没闪过。哇！飘！别让他跑了。哇！给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哇！那三个球这么快就结束了？那个球会一直造成敌人伤害你。学猫叫，学老虎叫，虎啸诀，OK，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紫霞。二弟子，我每个人都对话过啊。二弟子。门口的石狮前的，还是他？松动活塞，风箱。他刚刚说什么？没仔细听。好，继续。哇，这个老虎，大宝这边。是什么？什么药方啊？没毛病啊，能岩钢蜜桃。等一下哦，这边
进大厅找左侧火校弟子，出示黏糊糊的药方。黏糊糊的药方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真的没有哎、欸，那个黏糊糊的药方要去哪里拿？左上通道获得哦黄瓜片，可是为了黄瓜片吗？虽然喂老虎吃黄瓜片哦，我身上那有黄瓜片，哎、欸，还真的有哎、欸。真的有，我真的身上有。好，就这样，好，走吧。傻眼猫咪。这么轻松，我还要保护希诺美，是不是？噬魂刀法的恐惧之处，你很快就会知晓的。哈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你要跟我们打就对了。
可恶，没闪过，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哇，你这人这么多。噬魂刀法的恐惧之处，干嘛一直很快就会知晓。不让我来。嘿。嘿。魔帝教万岁。结交了。哎，太棒了。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都有几个啦？快点！放开我妹妹！堂堂虎啸派的上官掌门应该解释目前的状况，为什么带走小樱？上官红鼎，把你脏手拿开！脏？掌柜没血管内流的毒一毒无负吗？要不是教主要求，我才懒得收容你妹妹。教主，能不成你是魔女教主？是啊，不过你发现太晚了，教主早溜到你们有可能两姐妹交换，所以才安排我里应外合。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都在教主掌握之中。哎，不愧是我上官红鼎看上的男人，智谋才略都高人一等。那些弱者死活与我何干？世上本来就有强者才有资格生存。来吧。干嘛一直在？没想到。竟然是魔女教的爪牙，轻功夺取，那么丢掉小樱也是你自找的。哟，噬魂刀法的恐惧之处，你很快就会知晓。妖魂刀，接招了！干嘛呀？收吧，别让我来，别让我失望。接招吧，来，来，有吗？痛死了！别让我失望了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菜。小心了，小心了！哎，有机可乘，接招！别让我失望了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来，没中。接招！小心那蚂蚁的脸。来，让我来。别让我失望。先跑。不，一点多大一点。先不要换好了。小心了。啊！我在出血，我在出血。哼！哎呀，太别！好痛，好痛！别让我失望。哼！让我……哦，我讨厌的，我快没血了。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，干嘛去？不让我来！哼！小心了，别让我失望了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他太强了，他真的太强了。哼，有机可乘。可恶，没闪过。别让我失望。干嘛你说的？不，不让我来，你多大一格？很猛哎。来，别让我失望。瞧你破绽吧！小子，我真的越来越欣赏你。再来，干嘛一直说我？再来呀、啊！不让我来，打我！别让我失望。哎，小心了，
给。牌，小心了，别让我失望了，小心了。给。干嘛一直躲着？就让我来。别想过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小心了。别让我失望了。牌，可牌，干嘛一直躲着？不让我来，别让我失望。牌，要走啊！小心破绽百出的。牌，给，牌，哦，来了。到此为止。我不会再让你接近小樱的。我的手下已经方才将血送我魔女教，继续打也是无谓的缠斗，送能撤。照顾姐妹俩吗？好像思考吗？零刀万能敌，好，所以真的要带到锻造铺，所以我们先去杭州，好，我们先去杭州，然后。这集就可以结束了。杭州，因为那个是给陈延礼，是给那个什么金丝、金藏宝甲还是什么鬼的。好，赵哥哥。50元买凉水，好，我们先去那个锻造铺，这里吗？气质天蚕软甲，主视线之后会想到还可以纸条红雾山，
OK， 那我们把神秘老人支线放到下一集好了。看一下哦。没有比较强啊。好啦，这集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左上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将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要冲突之后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